天，央视官宣前女排队长惠若琪将在世锦赛期间担任女排央视解说员。此消息一出，球迷在热议同时更是心生欢喜。惠若琪高颜值，大长腿，博士学历，主持过大型文体晚会，能说能唱，这分明就是要抢李莹的饭碗。近年来，央视女排解说嘉宾一直是前国家队自由人李莹，因出身排球，她的优势明显，积累深厚，解说专业，分析到位，得到很多球迷的认可。但时间一长，总给人模式老套，呆板有余，生动不够质感。今惠若琪出手，善者不懒，她对自己的首秀肯定会认真对待。估计李莹闹处下风了。今年团体世界杯，刘国梁直播首秀轻松圈粉2000万，被誉乒乓球第一解说，让杨颖多年苦心经营一晚就土崩瓦解。更要命的是，不懂球的胖子把球迷的胃口提高了。再有了比赛，看了杨颖的解说，总是有人出来挑刺，看来杨颖的这晚饭是被这胖子弄砸了。刘国梁以自己独有的风格给杨颖上了一课，以我们不一样的魅力迷倒千万球迷。惠若琪又会以什么样的风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？她也会动摇李莹的位置，刮起我们不一样的旋风吗？